修学佛法，最重要的是利欲。欲是什么？欲望。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。凡夫之所以不能成佛，就是没有离开欲望。真正离开欲望，他就成佛了。我们现在对佛的信心不够。每一天早晚，学习之前多做三皈依，一天做好几遍，无非是提醒自己。我们对法没尊重，对欲望很尊重。欲望第一个就是身体健康，健康长寿。我们疏忽了。佛陀一再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包不包括健康长寿？当然包括。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同学传了个信息给我，不是惊人的，古人的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40多岁的一个老居士，女居士，眼睛不好，看东西模糊，遇到一个出家人，告诉他：“发菩提心。”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你的眼睛会恢复正常。求生净土，佛一定会来接引你。他一点怀疑都没有，真念，念了3年，眼睛恢复正常。又念了4年，欲知是知，往生。总共有前后7年时间。就靠一句佛号这叫皈依佛陀。把自己的身体忘掉了，不要去理会，不要天天想他，越想越麻烦。过去几年，山西小院有40多个人。都得的是严重的癌症末期。这些人把什么都放下，身心世界都不要了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2-3个月，身体越念越好，再去检查，并没有了。这是许多同学都知道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相信佛陀，他们没有怀疑。把自己身体忘掉了，病苦忘掉了，一心呢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我们知道是宇宙之间、事出世间
第一善法，第一个正念，啊，我们知道了，是从经教里得来的，是从许许多多的人，啊，修行功夫上知道的。但是我们的信心依然不足，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念佛念念就断了，念念就断了，总是连接不上。这是什么原因？这就是信心不足的证据，啊，信心不足的现象。没真心呐，真心就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。啊，可是真心难呐。李老师说，一万人当中啊，只有三五个啊，不是人人都能有的。啊，谁具足诚信？这个人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啊，他不是地球人，啊，他决定往生。什么时候往生？他自己做主，自己做得了主啊！想什么时候去，佛什么时候就来接引他，真不可思议。这是真真事实真相啊！这个世间有什么好留念的？身体这个臭皮囊，早晚都是要丢掉的。那何必在他身上操这么多心，把我们的念佛功夫疏忽掉了？啊，真正念佛人心地清净平等觉，对一切众生真诚慈悲，把念佛法门做出来，身心研究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要帮助人，首先要帮助自己。啊，自己功夫不成就，我们帮助人呢，劝人，人未必会相信，未必肯听啊。我们自己做到了，他相信，啊，他看见。所以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千经万论，到最后呢，总归于这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就是千经万论，就是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的无上法门。那我们现在把其他经论都放下了，专学这一样，越学越清楚，越学越明白。啊，常常有悟处，啊，那么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真干。啊，解悟没有真干，往生没把握。啊，总在最后的一念，最后一念你的缘殊胜，
有人提醒你，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就是最后一念。最后一念还想着这个世界，那就又去搞六道轮回了。最后一念真的把六道放下了，十法界放下了，一心向往的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那就决定往生。这桩事情不难懂，也不难做，人人可以做得到。问题你肯不肯做？肯做就成功了。如果你自己有愿力，慈悲心重，不忍心离开苦难众生，想帮助他们，行，不是做不到。你可以做得到。你真正干，像前面讲的，这个老太太千年功夫，我们看到许多3年就成就的，很多啊。他要慈悲心重，留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行。他随时可以往生，佛随时可以接引他，他也随时可以留在此地。留在此地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在这个世间不着世间相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他没有染污。这个世间一切法不染污他的清净心，不染污他的平等心，不染污他的觉心，觉心就是一切明了。菩萨住世表面上现实视线的跟一般人一样，人看不出来，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明白。这真功夫这是真正的成就念佛念到这个境界，叫真正的弥陀弟子，这不是假的。希望我们大家努力，放下万缘，勇猛精进，向这个目标方向迈进。住在这个世间，决定不受世间法干扰。对这个世间法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你都清楚，都明白。你知道啊，对芸芸众生，做种种不同的事情，说种种不同的法门，普应群起，善巧方便，到最后都倒归极乐。